我也给他扶起来了。你想进来玩儿？还有，谢谢峰峰给我送的那个是啥？那是啥呀？没看到，那个是，反正挺好玩的。还，昨天下午，你瞎说，昨天下午这个风扇都坏了，好不？这个风扇本来就是他的玩具，电风扇都来不及买，他不能让电风扇立着，他不能看到比他高的东西，比他高，他必须把这个电风扇给弄坏。能不能不要一直看老虎？没有一直看老虎呀，看的一直是大福呀，只是带过一只老虎一点，也没有说单独要看大福，谁都能看到的呀，要镜头这么大都能看到的。继续来看大福啊，先把关注点起来，要不然下午就找不到大福了。下午的话想看这么精彩的小熊没有了，找不到了，先点关注。喜欢小老虎的，喜欢哪一只小老虎，喜欢哪一只小狗狗的话，也可以点关注的。这里面谁打架最厉害？小 Timo 母老虎打架最厉害。几点他们开饭？上午9:30开饭，下午4:30开饭。想看他们开饭的话，也可以按着这个时间过来啊，也可以按着这个点儿过来。大福现在不玩风扇了，改玩空调去了。我们要开始准备收猫了，大家就是把关注点一点吧。我们要开始准备收猫了，大福也该下班了。炮弹呢？炮弹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炮弹，下班不喂？下午还是播他们。下午会播的。谢谢雪在烧，谢谢在烧送的花海繁中。下班了，男明星下班了，女明星下班了，女明星下班了，女明星下班了。谢谢雪在烧大哥。